有一把铁砂军团，展开一场残酷的猎杀之战。 铁砂都失手了，现在需要你出马了。有问题吗？ 雷霆的实力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不想再听到不好的消息。还是您的意思。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很宝贵。 跟着我，你才能活下去。 天狼族的人还会再来，你们自由了，可以离开。
明天我们就会离开。我想留下。你觉得雷霆为什么这么做？不知道。这些年，我让你多接近他，就是为了让你多了解他。可是你，终究没有查出他的身世。你知道什么人最可怕吗？不让你知道他过去的人。我们天狼州不怕一个雷霆，就怕不止一个雷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向死而生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创立天狼州。这世界已经大乱，只有强者才有希望。看，那就是天狼星。我们天狼州是天命，这世界是强者的世界，只有强者才能掌控一切。强者掌控资源，强者制定规则，强者书写历史，强者化身正义。你以后会是我天狼州的希望，要学会如何做一个主宰者。主宰什么？主宰我们自己，主宰人心，主宰整个世界。为什么要主宰世界？因为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少数人的奴隶。
我知道你恨父亲，但这是我们家族的宿命。选择令牌，你将成为像父亲这样的人，维护正义，浪迹天涯。你也可以选择自由，但从今往后，你跟铁甲皇后家族不再有任何的关系。 父亲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相见了？等你想承载家族使命之时，便是你我父子相见之日。 为什么选择留下？选择的前提是能力，我还小，没有能力选择，只能把命运交给最强的人。 按道理，你应该是天狼州储君啊。为什么要叛变？为了让你有机会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，看来我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为什么总是失败。其实我对老大的位置没兴趣，我就想安心的做个老二。但是苍穹啊，不信任我。 所以我这个老二从来都没有爽过。我不像你，一进天狼州那就是太子。你想的太多了，在天狼州没有太子，都是棋子。我就是很好奇，为什么要叛变？告诉你，你也不懂，你的世界只有阴谋给利益。以前我动不了你，是因为苍穹。
是你的干爹，现在你是天狼州的叛徒，咱们俩之间有点小秘密，但是这个秘密我得等你临死之前再告诉你。持续一个小时。为什么有两张脸？
张脸需要给世界看，一张脸需要给你自己看，一只耳朵需要听这个世界，一只耳朵需要听你自己的内心。正义与邪恶可能出自同一张脸，真理与谎言可能出自同一张嘴，光明与黑暗的区别有时候只是睁一只眼与闭一只眼。那鼻子呢？鼻子就是我们要捍卫的东西，它叫做底线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是铁甲皇后家族的传人。最亲的都保护不了，那守护正义又有什么意义？之后我浪迹天涯，直到有一天。听过铁甲皇后家族的传说，但没想到你就是。我已经不是了。知道什么人最可怕吗？不让你知道他过去的人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秘密，你已经完全属于我。既然家族使命跟天狼州的生活都不是你想要的，不如我们浪迹天涯。
老大，还没有搜到雷霆。这飞碟城面积太大了。找不到蛇，那就引蛇出洞。世界很大，没人找得到我。可我永远是天狼州的叛徒。换一种身份，换一个活法。最聪明的人才能存活在这世上，而最聪明的人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。带个姑娘上。老大，要哪个姑娘？傻的还是不傻？你喜欢傻的吗？明白。放开我！但救的是你。如果苍穹知道你把他最在意的人绑了做诱饵，你猜他会怎么处理你？可惜他不在这儿，怎么做我说了算。我真的很可怜你，因为你永远都看不清自己，一条狗是永远成为不了王的。即便我永远是条狗，也比你这个叛徒忠诚。可惜你的忠诚无人相信。雷霆，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原谅你，我欠你的。我说过我们见过面，
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就不信我弄不死你。你的枪没我快，那就试试。
也就完了，大家一起死。嗯，来呀，来呀！他活不过今晚。世间那么多弱者，你是救不过来的。我们走吧。你的事做完了，我的还没有。什么意思？苍穹让博士来干掉我，又让你来干掉博士，那之后呢？我跟你是异地恋。你不爱我吗？我们都是被监控的人，只能伪装的活着，不是吗？可我认真了。那个快死的女孩是苍穹的女儿，苍穹早年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，便培育了很多孩子，散养在各地，等他们长大之后便抓回来为自己续命。在天狼州的这些年，让我明白了所谓的理想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利用的。物竞天择，弱肉强食，这是这个世界的信条，我们没得选。但我有。成为铁甲狂猴吗？这个世界都在为生存而活，谁还为正义公平而战？铁甲狂猴每一代都不得善终，这个世界不还是那么多坏人？没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总要有人站出来，阻止它变得更坏。那我们走吧。对不起。我再问一遍，我们走吗？我做不到。
不能分是非，只能做选择。跟苍穹，我只能选一边。别逼我。我了解你所有的动作，你杀不了我。那你就杀了我呀！你不是计划要杀光天狼州所有人？如果有一天我俩只能活一个，你会杀我吗？活下去，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？叫什么名字？小玉，thank you.
雷霆，我视你为亲生儿子，难道你想弑父吗？想把我天狼州赶尽杀绝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是铁甲狂侯家族的人？曾经是，后来我选择不是，现在我又选了一次。那你为什么进我天狼州？为了生存，为了活下去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我有能力活下去。哼，你是嫌我天狼州脏？那这些年你在天狼州做的那些事儿，你的那双手洗得干净吗？只有握过刀，你才能选择放不放下。这些年你让我明白了，杀戮与强权只会让这个残破的世界更加黑暗，所以我要成为铁甲狂侯，维持最后的平衡。平衡？原来你是想做救世主。我告诉你，正邪是历史写的，历史是强人写的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才能定义光明与黑暗，才能像太阳一样。我已经看到你像狗一样四处流窜，最后被碎尸万段的结局，和你的父亲、你的祖辈一模一样。结局，我从小时候已经看见。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，人从背叛自己的那一刻起已经是一种死亡。我问你，如邪恶如太阳般强大，正义如一粒尘沙，靠什么维持平衡？就是因为正义如一粒尘沙，所以它更应该存在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陨石棒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今天做准备的？从你选定我做接班人，准备做掉我的那一刻起。你的那身本事都是我教的，你觉得你能杀得了我吗？能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坏了。你用信仰给大家洗脑，又让我们相互残杀，相互仇恨。你用自己的亲生骨肉给自己续命，你用恐惧控制人心，你把人变成动物，让人性更加的黑暗，让这个残破的世界没有了底线。底线？哼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，谁有权利制定底线？我来告诉你，只有那些可怜的、卑微的、无助的弱者，他才需要底线，他才需要被关在笼子里面。强者永远在笼子外面，直到世界毁灭，总有我这样的人做我该做的事儿。所以，我也要做我该做的事。雷霆，你为什么会觉得义父一定要除掉你？因为人是放不下权力的。你想知道你父亲是被谁杀死的吗？水